洲销量最大的、世界第五大的葡萄酒的供应商。他们在欧洲、在南非、在美国、在澳洲都有葡萄园。哦，前面那家公司我做了3年半，然后我进去可能和很多人一样，我是 PY 的实习，然后在里面实习了3个月，然后他们觉得工作态度还蛮认真的，然后就给了3个月的 contract 做 junior accountant， 然后后面就续合同2个月、3个月这样续，然后大概过了1年的时间，然后公司 restructure， 然后裁了很多人。这时候management accounting 那个 team， 或者叫做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analyst 那 team， 有一个职位空出来，他们要招一个 assistant analyst。那个 team 的 team leader 就觉得我 Excel 很不错，因为他平时会有跟大家交流，会有一起吃 lunch 之类的，然后都有聊，然后就把我就直接从 junior accountant 调到 assistant analyst 那个职位。我刚做到那个职位的时候，其实心里面还蛮慌张的，因为一方面我没有monthly 怎么样做调账还有结算的那些事情，然后另外一方面又不知道怎么做 budgeting 和 forecast。还有什么做 PNL 如果我不知道，然后就很慌，然后那时候就有来找 Jesse 和 Hunter， 有跟他们来了解，然后就上了几门课 PNL 和 Monthly， 还有Dashboard Reporting， 还有之类的，上了好几门课。然后上完之后，因为在目前的公司做，就只做自己的一部分，然后在自己的位置做的时候，能学到的东西都只是 Manager想要你学到的东西，然后另外一些的东西或者比较大的picture 是可能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学得到，所以然后就来上课，然后就有把课上的东西然后结合到我工作中，然后就会然后呢 team leader 就有很开心，然后就有看，因为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他看说这是一个 report 我重新改良过的，然后他看就觉得很好，然后他就会 present 给business partner， 像其他的department 的 director 或者 manager 之类的，然后他就会有慢慢的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更多的东西，然后后来过了3年，然后就有尝试想找别的工作，然后来不同的行业，然后我就申请了这份工作，然后去面试的时候我也有蛮慌张的，然后就打电话给 Jesse 和 Hunter 就问，他有通知我二面，我从来没有经过二面要怎么做？因为你的工作都没有，不是那个，就是不是通过面试拿到，你是一直在不断的通过。之前都在同一家。对，所以说真正拿了一个面试二面的时候，反而你很慌张，是吗？对的，好了，我觉得工作这面试这个事情，刚才 Jeremy 也和我有讨论过，说他怎么样去一个面试。然后我觉得像刚毕业的话，如果像刚毕业去找工作，可能大家就看大学的成绩之类的。然后可能到了assistant accountant financial accountant， 大家去招聘的人就会看你的工作经验，比如说你都做了2年、3年、4年之类的。但是当你要申请到 management accountant 或者 business analyst 的时候，又是不一样的，他们更看重你的 achievement。所以我在面试的中的时候就会强调讲，我在过去3年做assistant analyst 或者 financial analyst 的时候有什么 achievement， 我帮公司改进了什么 report， 然后 streamline 了什么 process， 然后我的 budget 和 forecast 有多和 actual 只有2.7% 的 percent 的 variance， 整一年，然后且我能为做出performance， 然后为我们其他 department 就是我的 business partner， 然后提出一些意见，然后整个 KPI 提高了多少，我觉得这是。